快乐在耳畔啰嗦，青春笑出了酒窝，爱是雨滴化作糖果，一颗颗洒落，阳光流转在眼波，吻着记忆的段落，好多情节舍不得说，我在心中发热，反复重演清风与星月落满天。小时光岁月长长，慢慢脚步慌不忙，远方的天空暖暖洋洋，像初见时的晴朗。小时光慢意义芬芳，春花种子在的生长，幸福中交女朋友了吗？没有。其实你们两个也可以考虑考虑对方。好的。王总，江教授，顾魏一上课不好好做实验，还玩手机。你也可以玩啊。你笑什么笑？我没笑啊，我没笑。现在本身就是休息时间，你呀，比我还严厉。四六级成绩出了，你不是也考了吗？成绩出了，我不查。好了，大家休息五分钟，统一查成绩。639分，你呢？671。你作弊。在了吗？来打游戏啊！就上次那女孩，你知道吗？她居然跟司徒墨是一个寝室的。哎，你回头帮我问问默默，那女孩喜欢什么呗？我想送她个礼物。默默再也不会接我电话。啊？什么？你跟司徒墨怎么了？喂，父辈，喂。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广告公司。李总您好，和你们财务部约过了。嗯，好，请您稍等一下。喂，你好，普华公司的李总到了。稍等一下，来，送我的。嗯，谢谢。每个月的优秀员工都会被做成棒棒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公司奉行真正的跪舔大神。李总，请跟我来，这边请。
根据刚才的会议，把他们销售的收款方式修整一下，然后做完之后送到会议室。好。怎么样了，小金？工作呢。你这设计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兔子屁股呀。兔子屁股？对。人家电影工作室的 logo 你设计成兔子屁股？多可爱呀、啊！你懂什么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还有毛呢这里。你家兔子没毛啊？哎，好想看屁股。喂，妈。你在哪儿呢？在外派的公司。什么外派的公司？我忙着呢，先不跟你说，挂了。哎哎哎，我在去你那儿的路上呢，快到了。你来干嘛呀？来看看你不行啊。哎，晚上叫上徐阿姨的儿子小顾一起吃饭啊。妈，你怎么不听我话呢？我跟你说让你来告诉我，你怎么自己又突然来了呢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根本就不准。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你不要请他吃饭，不然我要生气的。挂了。哎呦，这里真漂亮哎！哎，咱们坐这儿吧，坐这儿，这儿有地儿。来，哎，你看看，想吃什么点什么。哎呀，点餐。哎呦，现在这么先进了。哎呦，我都不会了，很简单的，我教你啊。哎，不用，你爸会就行了。秀什么？你好，您菜已经上齐了，请慢用。哎，谢谢谢谢，不客气。吃菜。哎呦，你点了这么多的菜，吃得完吗？我说让你叫上小顾吧，你就是不肯。我吃完，你叫啥玩意儿？这孩子，你就是拧啊。你在人家住了这么久，我这来了，不得去看看人家请吃顿饭什么的。不用了，他忙了。哎呦，搞得很熟似的。妈，行了，你也别犟了。我呀，跟你徐阿姨呀都已经说好了，一会儿呢，小顾回家，咱们也回家。回什么家？当然是回你跟小顾的家呀。我都跟你说我要搬出来了，你还回去干嘛呀？你说搬就搬呀？我同意了吗？哎，再说了，你现在不是又调到另外一个公司去了吗？你这么调来调去的，你搬什么家呀？算了吧，一切从安全稳定的脚步出发。我跟一男的住，你就省心了。我这不是来视察来了吗？阿姨喝茶。哎，小金烫。谢谢。好茶。小顾啊，这段时间我们家默默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啊，多亏你这么照顾他，要不是家里有事儿啊，其实我早就想过来看你了。谢谢阿姨特地来看我。其实你小的时候阿姨还抱过你呢。之前听我妈说过。哎呦，当时还尿了我一身呢。哎呀，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呀，一转眼的你都长这么大了。哎，你交女朋友了吗？没有。那可得好好的选择选择。好的。我听你妈妈说了，你学习啊特别好，从小就拿奖学金。但是这个学习上啊也不能太拼命了。好的，阿姨。学习上呢固然重要，但是呢也不能耽误了个人的事情。这交女朋友的事情吧，也得提到日程上来。好的。你笑，你笑什么笑啊？你交到男朋友了吗？你就笑。其实你们两个也可以。妈，别乱说。哎呀，我说什么了？我不是给你们压力。我就是随便说说，随便说说。好的。哎，你多高多重啊？1.87米，65千克。六
65千克是130斤。哎呦，那可太瘦了，你可得多吃一点儿。哦哦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我呀从老家给你们带了一点自己种的核桃，这个东西特别好，给你补补脑。嗯，谢谢阿姨。哎，这样，阿姨给你做一个核桃黑芝麻糊。科学家呀，就得多吃这些，而且阿姨做的这个呀，特别好吃。妈，哪来的黑芝麻？这么晚别做，咱们走吧。看，妈妈已经带了黑芝麻来了，而且啊，这个特别快。哎，你是不是也想尝尝阿姨的手艺呀？还是不用麻烦阿姨了吧？哎呀，不麻烦，不麻烦。还是你嫌阿姨多事，其实你不想吃啊？哦，不是，阿姨，我特别想吃。哎呦，那就好了。哎，这样吧，那个你帮着阿姨呀，把这个核桃给它打开，把这个仁儿给拿出来。阿姨先去炒芝麻啊。哎。你要干嘛呀？都吃上了，坐坐，就等你了。你来收拾，吃这个，吃这个，好好好，这个刚上。来，走人了。您女朋友喝不喝呀？啊，他还不是我女朋友，他不喝。喝。真的不想喜欢你了。你喝多了。放屁！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啊？朋友之间该干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好啊，一份干炒牛河打包。好。你找个位置坐着等一下吧。谢谢。哎，再加一烤冷面吧，好吧。行。你要不要？不要。那就再加一份就行。好嘞。嗯。您的牛河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来，嗯，好嘞，来。哎，对不起。眼瞎呀？搞什么？赔钱！对不起，医药费！对不起，洗衣服费！算了，对，算了吧，算了。你知道多少钱吗？你赔不起！哎，你赔，你赔！对不起，退不起有用吗？就是让你赔，赔钱！我赔。哎，你赔得起吗？知道多少钱吗？知道多少钱吗？3800。把账也给他结了。哎，有钱是吧？有钱是吧？你知道我是谁啊？啊！算了，就是别跟连山见识了，你知道吗？王总，哎，干嘛去？哎，没事了。今天谢谢你啊，多少钱我还给你。不用。你今天怎么一个人在喝酒啊？四级没过，脸难受。不是吧？你还没过？这都马上毕业了，你还没过？对，不就四级没过吗？至于让你一个大男人撒酒疯啊？至于？我好难过。那就再努力努力，重新考呗。光难过有什么用啊？没机会了。我帮你，就当报答你这次帮我解围吧。啊？莫没有告诉你我是学霸啊？
你在干嘛呀？开核桃。就你这还开核桃啊？你太用力了，我给你夹个试试。反正都是要做成糊的嘛，碎点就碎点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哇，你看这个！为了庆祝一下，我们把它吃掉吧。可以。嗯，好吃。你还记得刚刚的力道吗？继续。大小不合适，我给你找一个啊。嗯，这个就好一些嘛。妈，你干嘛呢？我是想看你在干什么呢？开核桃。开核桃？就这么开核桃啊？哼，真有情趣。那不然怎么开呀？来，看我的，来来来来，给我一个核桃。这核桃。哦，这个，这我们小的时候开核桃啊，都是这么开，有窍门的啊。你看，这样，这核桃不是有缝吗？哎，给它往里塞。哎，嗯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核桃不就开开了吗？是不是？哪有像你们这样拿门挤，那门都挤坏。你厉害，来来，你看啊，你看，干嘛呀？开吧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成了。给你吧，你们俩慢慢练吧啊，慢慢练。我得看口芝麻去。要不，你试试。我没有钥匙。钥匙。尝尝阿姨的手艺。谢谢，谢谢阿姨。等会儿再喝。为什么？大家一起喝热闹。我们小姑啊，就是懂事儿。赶紧吃吧，别玩了，快点。来尝尝。香不香？嗯。觉得有点累了，那个默默，待会儿你把这几个碗收一下，你给洗出来啊。妈妈先回房间睡了。好。哦，哎，妈妈妈妈，你去哪儿睡觉啊？当然回你房间睡觉啊。妈妈妈妈妈，哎，这哎你，哎小姑啊，阿姨在这住一宿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阿姨你好好休息啊。哎，你瞧瞧人家。妈妈妈妈，咱别闹了，我订的酒店，咱出去住。哎呀，就今天就别折腾了，我这么累了，我就在这住一宿，我明天走行不行？是吗？哎呀，这，哎呦，哎，我真的今天是太累了，我。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。默默啊，起床了啊！默默，该起床了，你要迟到了啊！不起，不起，不起！那你不吃早饭啊？不吃。起来呀、啊，都快迟到了！我不会迟到，我闹钟还没响呢。快起，那不行，快起！不起，不起！你说说你这个孩子，你。
你真是，你上班快迟到了。不行，起床，起床，起十分钟，十分钟，十分钟。哎呀，你说说你这个孩子啊，睡个觉跟猪拱一样的啊，拱来拱去的，叫你起床就跟杀猪上一样喊。快起来，不杀我，谁杀我？你小点声。哎，你回头要把人小姑吵醒，看我饶不了你。妈，赶紧起床！不行、啊，马上啊，十分钟我叫你。起来了，吃早饭吧。阿姨早。哎呦，起来了。这位尊贵的客人，您想吃现磨蛋奶浓汤搭配西班牙橄榄油炸制的咸味法棍呢，还是中式黑蛋红肉羹搭配小麦面饼包裹的浓汁炖肉呢？啊？啊，其实他就是想问你啊，是想吃豆浆油条还是包子皮蛋瘦肉粥？包子和粥就行。我要豆浆油条。那你快点拿呀，还等谁伺候你啊？坐。哎，把小姑那粥得拿过来啊。哎，好，来，好了，吃吧。哎哎哎，你注意点吃相好不好啊？你还有，你把这东西别老泡着吃，这样我也喜欢。变态！哦，老年人舌头舌得真快，变态，变态！哎，行了行了，赶紧吃吧。嗯。师姐，你时间做完了吗？啊，总算做完了。郭毅，你有笔吗？哎，师姐，我有笔。那给我。但是我自己要用。无聊。好想回学校啊，不想上班。各种数字算的我脑袋都快爆炸了。那你多吃点核桃。阿姨说的，不能。哦，对了，核桃。我妈说让我给你一包。他说呀，你也需要补脑，让你也多吃一点，会变聪明的。师姐。啊，谢谢。顾魏一，你也太不专业了吧！来实验室给你带核桃。师姐，核桃。谢谢，那我也要。吃核桃不专业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抠啊，小气鬼！实验室里不能吃东西。那你还带核桃来？你们都干什么呢？谁带来的核桃？打开核桃最好最简洁方法，哼，都别做了，站起来。我是不是平时给你们的自由太多了？你们对待实验的态度就都这样散漫吗？虽说我平时嘻嘻哈哈的和你们打成一片，但是我对待实验的态度从来都是认真严谨的。我也希望你们也是一样的。这实验室里不能吃东西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今天的态度啊，还有这种行为，令我太失望了。对不起，教授。你们听清，
我希望我带出来的学生对待研究都是专注的、认真的，懂吗？好了，你们啊，把今天的实验从头到尾重做一遍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好，这是人事预算。哎，你是阿青新来的实习生吧？是。还没毕业？没有。来，你看一下这个招聘广告。假如说这个广告贴在你们校园里面，能不能吸引到你？能。宗教，我们歇会儿吧，我都学了两个小时了，我大脑都不运转了。哎，我们一起找默默玩吧。你也知道你才学两个小时啊？那你说这两个小时里边，你说多少次想出去玩了？我不想学了，不想学了，不想学了。小声点。你把刚才我让你背的四十个单词都听写出来，我就带你去找默默。行。躺着斜腰拉胯的，哪是个姑娘家啊？你回头让小姑看见了，你会人家会嫌弃的。谁在乎她嫌不嫌弃啊？小姑啊，回来啦！阿姨好。哎哎，你饿不饿呀？不饿。啊、哦，哎，那就来，赶紧赶紧，快点！你把这个衣服放到屋里叠好了啊。哎呦，你说你这么晚回来了，哪能不饿呀？阿姨马上给你做饭去啊！哎，默默，赶紧出来帮着洗菜啊！其实我们家默默呀，很勤快的，很会干家务的。我不要。那你帮我洗菜吧，去。啊，好。哎呦，哎，你这样洗菜怎么行啊？这得浪费多少水啊？那个，哎，干脆这样吧，你呀去把那个胡萝卜给我切成丁啊。哦，那去吧。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呀？啊，一厘米左右吧。这一看呀，就知道没干过活。哎，默默啊，你也出来帮个忙啊！烧个菜要多少人帮忙啊？龟，你不是吧？怎么了？你开玩笑的吧？我想说严谨一点的。要不要给你找个显微镜啊？你懂什么呀？人家是科学家，自有人家的道理啊！你对未来的国家栋梁要放尊重些。啊，没事，哎，切的挺好，切的挺好，切吧，继续切啊。
挺好，挺好，继续去。近视吗？100多度。那你平时为什么不戴眼镜啊？看显微镜的时候戴眼镜容易反光，而且影响视野。哦。你好像真的很喜欢物理啊。不喜欢的话，为什么要做呀？来来来来，歇会儿，吃点水果啊！来，来来，哎，吃个水果。来，你也吃一个，行。哎呀，你们年轻人呢，不能总待在家里都不出去。哎，那就这样吧，走，我呀带你们出去去看一看，咱们也去感受一下老年人健康快活的生活方式，好吗？嗯，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去那儿就甭管，你跟我走就是了。来来来，别总是看书，这眼睛都看坏了啊！来，起来。我不去。哎，起来，快点，走。你妈怎么知道小区的这种地方了？中年妇女身上自带这种雷达，我没法给你解释。可是我真不会打呀。没事儿，我教你。马牌。哦。啊，你小子，你会不会打牌啊？会。没事没事，慢点啊。碰八条。哎，碰碰杠六条，杠九条，五来。该钱，该钱，该钱。要不然我来吧，我来。要不然我来。没事儿，我明白了。好吧。胡了。暗杠，杠上开花。给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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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给钱，给钱。哎呀，保贵了，保贵了。哎，真是，今天手气太差了，说不玩了。哇，厉害！哇，小伙子厉害。人家是科学家。你们打牌啊都是靠运气，人家是靠脑子。哇，小子厉害，我真的是厉害厉害啊！厉害厉害，不接没事。那都给你。哇，
多了，这么多。怎么这么多？你看着点儿，哎，你的零钱包，你留着吧。丢三落四，说话那么大声。看见我的书了吗？没。来来来，喝点芝麻糊，是不是都饿了呀？来来来，快吃。这哪有芝麻糊啊？啊，昨天剩的。就不能吃点不隔夜的吗？哎，你别老坐在地下，地下凉。快起来起来，来来，坐沙发上来，坐沙发上来啊。那个啊，来，小姑啊，来来，起来起来。来，哎，我的这杂志哪儿去了？这个。你往那边站，你往那边站。哎，我记得我放到哪个地方来？这，哎，我放哪儿去了？那杂志。哎呦吼，在这儿呢。啊，干嘛？没事。一惊一乍的。看你们俩这个默契劲儿啊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呢。起，那不行，快起！不起，不起！你说说你这个孩子，你真是，你上班快迟到了。不行，起床，起床，我起十分钟。哎呀，你说说你这个孩子啊！小顾，醒了吗？睡觉做个噩梦，都这么文雅，真应该让我们家默默学学，看看人家是怎么睡觉的。默默，阿姨，我醒了。哎呦，你醒了，是不是阿姨把你给吵醒了？没有。眼神中的讯号，嘟嘴的小骄傲，是你专属表情包。爱你的语调，爱你的撒娇，爱你的微笑，哦，爱你的拥抱。你猫咪般讨好，我防御全部无效，这感觉谁都替代不了。勾着手，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，你身边环绕，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，庆幸和你遇到，睡着都会偷笑，就是如此让我心跳。
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，庆幸和你遇到，睡觉都会偷笑，就是如此让我心跳。当甜蜜一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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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的发酵，烘焙出浪漫的味道，这甜度刚刚好，像